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啊！定时炸弹啊！快逃啊！哎，这个是定时炸弹，哪有我李爷爷的可怕？哎，几点了？我又没带表，我哪知道？还没大表啊？啊，哎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啊，还有三分钟就三点了，还有三分钟就三点了啊！那就调三分钟吧，那调完了还剩两分钟啊。 哎，不要按了，那是定时炸弹啊！定时炸弹，那不可能吧？这是李爷爷交代我按的耶！你居然会听那个老黄颠的货？你们听说过李爷爷就是台湾政治的一颗定时炸弹吗？他们烫死你们的，还不快逃！快逃啊！快快快！除了那颗定时炸弹，等一下李爷爷那个。 回来的话，爆炸的威力会更大，到时候想逃都逃不了了。李爷爷，你回来啦！啊，来不及了，李爷爷回来了，他真的回来了。这个是不足我回来的，我还带礼物回来的嘛。虽然我不是戴帽熊回来的，但是这个炸弹还是可以带给大家欢笑的嘛。